今天呢，我们在前面上个礼拜有三次召开，针对环保署有限烧惯犯这件事情，希望环保署能够公布调查的结果，能够对于限烧惯犯加以惩处的资料，能够在昨天下班之前送到国会，送到我的办公室。但是呢，很遗憾，环保署并没有这样做，加害人就是环保署，手握30亿预算的环保署，这个督察总队，环保督察总队的总队长李建玉。好，这个事件到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他的姓名。好，那我们收到的检举案也都是针对李建玉。我们完全不能接受张子敬到现在还不敢公布之前的调查结果。我们又接到一个新的陈情，那这个新的陈情在今年六月也有指名道姓对于李建玉提出检举，指名道姓。所以我们不相信，张子敬也不知道，而且这个案件呢是到环保署署长的陈情信箱，在今年六月十六号